新年好，新年到，两岸居春节特别节目带来平安好运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丽杰，恭喜新年兔年平安好运到哦。今天是2023年的1月23号大年初二星期一。提到呢，这个大年初二，初二在台湾是回娘家的日子哦。不过对于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的节目的来宾哦来说，我想他应该也蛮想回娘家的哦，但是呢却很不容易哦。因为呢这三年来的疫情哦，要让他回到广西的娘家哦，可能是又难上加难。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嘛，还有这个两岸的直航班机也大幅减少，因为这个边境检疫，更让一些人想要回去呢都会算算哇，这个隔离天数要很久。不过所幸呢这个边境慢慢解封，我们也期待2023年呢这个疫情呢能够画下句点哦。谈到这里呢初二回娘家，我们邀请梁金妮来跟我们共度今天的节目，非常欢迎金妮，你好。大家好，我来自广西，我叫金妮。首先呢，谢谢那个主持人邀请我，就是在大年初二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的气氛里面，让我来接受这样的采访。其实说真的，我也很感动，说能有这样的机会表达我思念家乡的情感。对，非常谢谢金妮哦。如果大家听到你的声音哦，就会觉得你的声音是很有这个穿透力的，就很亲切。因为我在前两天跟你试着联系哦，但是都没有办法联系上。后来你透过我的简讯，就回我的讯息，而且还直呼我的名字，就会觉得你真的是很容易跟人家拉近距离。那我想你刚刚说很感动，我觉得等一下让听众朋友感动的还会更多，因为你在台湾所做的事情，包括你对家庭的付出，对工作的投入，还有对我们的新住民的这个姐妹付出真的很多。那还好，真的提到回娘家，我说你应该至少三年没有回娘家，对不对？超过三年了，实际上应该是有四年多的时间没有回到娘家。对，那如果说没有疫情的话，大概你平均多久会回娘家呢？其实我嫁来台湾回娘家的次数其实并没有很多。第一个是其实刚嫁来，然后小朋友生了以后，就有一次是全家回去，两个宝贝跟我先生一起回大陆广西。那时候我妈妈超级开心，每天早上我们还没起床就要先来看外孙了。对，就还叫我们赶快要抱外孙出去玩。后来因为先生经济关系，所以后来隔了很多年，就五年都没有回娘家这样子。后来是换我来独撑家庭的经济，因为经济关系，所以我们回娘家次数本来就很少，原本四年前就是想过两年再回去这样的，因为那边的同学啊还有朋友啊，其实当地那边发展得很快，然后变化也很多，其实很想回去看看大家现在过得怎么样了这样子。但是也因为突来的疫情，就隔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再回去。真的，如果谈到疫情，谁都没有料到我们的规划全部被打乱哦。那刚刚金妮有分享，就是结婚了之后呢，回娘家其实都还蛮期待，特别是这个路途有点遥远嘛哈。对，你的家乡在广西，而且你是壮族，听众朋友听得出来我们金妮的这个口音吗？完全听不出来。我在电话里头听金妮说你国语普通话怎么说得这么好，他马上说我台语嘛就搞共，我就觉得这个女性的这个韧性啊真的很够哦。如果说选择婚姻的话，我们常会说嫁鸡随鸡哦，这个决心啊要很够。我其实两岸婚姻还蛮多的，但是金妮刚有提到选择的婚姻嘛，那在经济上有一些挫折嘛，不过你就是独撑现在还在工厂上班。对，提到初二回娘家倒是要说的，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在台湾过年大年初一大概会全家去庙宇祈福拜拜，对，初二回娘家反而是
这个交通会非常的拥塞啊。哎，对。你也有感受到，因为经理其实嫁到台湾也已经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嘛，因为你最大的孩子已经念大三了。在广西那边初二也是回娘家吗？我们那边哈，其实我们过年的时候，因为我的妈妈呢，她的娘家就是变成我的外婆呢，已经就是不在原本的老家里面，就已经迁移到了广西的省会南宁。那时候我外婆也年纪比较长了，所以她住在我二姨家，所以我们就没有回娘家这样子的体验。可是是因为我嫁来台湾这一边的话呢，是初二的时候，因为我先生的兄弟姐妹超级多了，有三个姐姐，而且非常非常的疼爱这些兄弟。我反倒是在台湾的这个回娘家的这个习俗里面更能感受到亲情的那种凝聚。但是在过年这个气氛里面，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广西的粽子。对，是什么样的粽子？跟台湾的粽子一样吗？还是它的馅或包法也是大不同？形状包的叶子内馅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们端午节就不可能会吃粽子吗？还是端午节也吃？甜粽，碱粽。碱粽在台湾相对的是没有粽子，过年是粿嘛，你们家会有什么粿吗？萝卜糕、年糕，对不对？年糕也有。那至于你们的粽子，现在还是自己包吗？还是用去买的就有了？那边有的也有在卖，但是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在乡下，都是自己包。其实我们是包粽子跨年，跨这个从旧的到新的一年。就是我们那边很冷，过年的大年初七呢，我妈妈就会准备很多那个粽子料，比如说糯米啦，先准备好。糯米是一样的嘛，台湾的粽子也是糯米。然后黄豆呢是要泡水泡一整天，然后去壳，用水过滤过，然后一点一点把那个壳跟那个里面的仁分开，然后变成很金黄色的那个绿豆仁。然后还有先腌制3-4天的那个五花肉，那腌料呢也是很特别的。我们家的话是腌那个豆腐乳，还有一种叫做粽叶，这种叶子在台湾是没有的，很大很大，比芋头叶还要大，然后是椭圆形的。对，然后呢再把这些叶子呢一层一层就2-3张堆叠起来，再把那个糯米啊还有五花肉啊，我们家的跟其他人的又多一样，就是板栗，对，晒干的板栗。什么叫板栗啊？栗子。栗子啊，我们那边叫板栗。那个栗子也是当地就有种植吗？还有黄豆也是吗？对，当地就有种植，都是当地的产物。然后那栗子呢是夏天的时候有收成，但是我妈妈就会把它煮起来，然后呢就会把它晒干，晒很干很干才可以储存，是连壳晒。但是我偷偷跟你说哈，我妈妈都要躲我跟我哥哥，因为他晒这个栗子的时候，他要晒在屋顶上或者是这边，然后晒这边屋顶不行，然后被我跟我哥哥偷吃。然后吃到每年他都是到了过年前他才发现说原本晒个10斤，结果晒到后来就剩下5斤了。那一定是你们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对不 对？比较顽皮嘛，对不对？懂事之后应该就不会这样。哇，你们真的很调皮耶，很调皮，很有趣。还好妈妈呢应该也不会把你们抓来打屁屁。对，他其实他知道，所以他特别有多准备，但是他还是要希望说可以留多一点。在过年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包粽用。我们家的粽子是很多亲戚都很喜欢吃，虽然说他们家也有包，但是我们家过年的时候，如果说就是分给邻居啊亲戚的时候啊，他们就很期待拿到我们家的粽子，因为我们家的粽子呢里面又多了栗子，又更美味。然后我妈妈的那个腌猪肉的腌料呢又比较特别。哇塞，那真的是大家都会预定，就是说今年多
包一些给我，所以你们家你妈妈负责包，你也会学吗？还是你在旁边当助手？我在旁边看着她包，我很想玩，很想去参与。我妈妈超厉害的，就是什么都会做，但是她也非常非常疼爱我们，特别是我是最小的女儿啊，就是掌上明珠这样，她从来不让我碰这些东西，她认为说我只要准备等着吃就好了。所以我就在旁边，就是帮他固火啊什么之类的。那你知道我们这个粽子啊要煮啊，它不是像台湾的可能煮一两个小时就好，它要煮12个小时啊。那不是煮的太烂了吗？不好意思，没有没有、啊、怎么煮呢？怎么蒸煮呢？首先这个粽子超级大，它不是像台湾这样子就一个小 小一颗，就是两三口就可能就吃完了、它可能要比一包卫生纸还要再大、还要再长。对，一个人怎么会吃得完？那要分着吃吗？他的意思是这么大的分量、就是、全家都是。我们粽子是用有一种叫做藤，是专门绑粽子的那种草，也很香。然后就是用那个包粽子绑绳，然后拿那条绳子来把粽子割成一块一块的，就是一片一片的这样子，然后每个人拿一片来吃这样子。哦，这个我想那寓意很深哈，就是大家一起、团圆，然后分食这么棒的美食哦，是粽子，没错。哦，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很特别啦。在我们广西的那个粽子的寓意里面，就是它因为它里面都是包这么丰富的料，然后满满的啊、形状也有点像金元宝的一个概念，变成说来吃了这粽子，新的一年就是大家都会变得很富有，然后很富足，富足那也招财进宝嘛，也有很深的这个寓意，那大家分食着吃。可是你刚刚有提到说是在除夕到过年跨年，所以特别要选在那个时候包好之后，然后就跨年这样蒸煮吗？一直蒸煮，不停的在那里过火、不停的用那个大柴，就是我们都是用很大的灶、是是是，去很大的锅子盛煮这个粽子，因为一次就要煮5-60斤，因为里面很多个，一个粽子大概就超过1斤了，对，甚至有2斤重的，对，所以就是很大的粽子，就是一个一个排在那个锅子里面，哦，满满的，然后加水就一直滚12个小时，不停，火都不能停哦，一直旺烧，从就是除夕一直烧滚到隔年的就初一早上，也真的有很深的含义，太有意思的好的兆头哦。像台湾是贵嘛，我刚刚有说这个菜桃贵嘛，齁菜桃嘛，还有发糕也是发财的意思哦，但是可能那个分量台湾就是比较小巧一点。其实我们除了这粽子，过年的年菜太多了，我们除了这个粽子还有很多，因为以前都不是像现在就是很现代化，你要过年的时候买什么买什么，没有，完全都是自己做的。你说到贵，我们过年也会吃，我们叫馍馍，我们不叫贵，叫馍馍。但是它的形状跟贵是一样的。都是一定，还有一种叫做用米制，用白米做的叫粉粒。哦，粉粒呀、我们都叫粉粒，我们用简体字的话就是锋利的利。应该算是比较好储存的一种食材，就是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米磨成米浆，然后过滤以后变成那个白米，只有纯白米而已。纯白米以后，然后先磨成浆，然后沥干水以后，就是把它揉成一个一个是椭圆形的，应该有点像棺材的样子。虽然说棺材是那个，但是实际上它也还有发财的意思。哦，这样取它的谐音啦、也是吉祥的意思嘛，哈。对、okay ，它上面会盖红色的花、就是一种吉利的花印。然后那些粉粒做好蒸煮好以后，只里面真的只有米，什么都没有加，就米浆凝成的一个食物而已。然后把它浸在冰冰的水里面，就这样子保存一个多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华人真的很厉害哈，在利用在地的食材就可以发想蛮多美食哦。那特别是我们的长辈呢，我们跟他们应该要多学习学习。那像粉粒的煮法，我们要吃之前是用那个刨木头的，以前没有那种刨刀，所以我们用刨木头的那种刨刀，来刨成一片一片的薄片，炒酸菜跟腊肉，那整个就把那个
粉粒的味道跟腊肉的味道都衬出来，很香哇，然后真的非常滑顺。好，谈到这里听众朋友都要流口水了哈。我想在这过年团聚的时候里面流口水，年菜很多哈，大家都这几天在享用这个年菜哦，特别是今年台湾的年假有长达十天哈。真的对对对，但是对经理来讲，因为你在广西嘛哈，过年年假听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年假应该更久，因为有这个春运，因为可能从这个省市到另外省市嘛，那在台湾相对距离很短嘛哈，那我们就大家开车就会有塞车的情况哦。那其实初二回娘家这几年，其实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因为很多人没有在做菜了，所以有时候都会外汇了哈，就会直接或到餐厅去吃，比较不一样了哈。那你如果回娘家的时候，你妈妈会亲自下厨吗？还是跟台湾还是会啊，会哇哦，会啊，那你妈妈厨艺了得的时候，她一定会，对，她只要她在，她都会哦，她会包好粽子等我，那我们包好粽子，你刚刚回来，对，但现在她已经不在了，所以我非常怀念她煮的任何东西。好，这个怀念呢其实也提醒我们，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多陪伴一点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多学一点他们的厨艺，也记下他们所说的一些话，让我们的智慧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延续下来哦。那经理现在在夫家这边，听你说其实李先生他们的兄弟姐妹感情也很好，对，那如果姑姑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你要不要下厨一样？我跟你说我真的很幸运，虽然说我先生他可能在经济上面呢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厉害，但是他最疼我这个部分绝毋庸置疑，包括他们的家人都非常的疼爱我，他们回来当然我先生他喜欢的他们一定会买，但是我喜欢他们会双倍买。哇，家人一份子嘛，我觉得能够得到先生的疼爱，特别是家人哦都这么的疼爱，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就是选择对了，就是即便工作辛苦一点，我们还是会甘之如饴了哈。所以年初二的时候不免也是要忙一下了，但是就是也忙得蛮开心的哈。对，非常是。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请到我们经理来跟我们分享。其实，经理你还担任台湾新移民发展跟交流协会的理事长，哇，这是一种走出家庭，就是不管是娘家在中国大陆或是我们新住民的家庭，大家一起又一个大家庭来分享一些经验。所以你是参与很多的社会服务工作的啦，诶，听说你武艺还蛮高超的，刚谈的是厨艺，你武艺还蛮了得的，你是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肢体艺术方面的这个投入吗？艺术方面的投入，我从小呢接触，像我父母啊就是很喜欢让我去学好像钢琴啊或是舞蹈啊，学校的舞团啊基本上以前小时候学校就是有在参与，那下来台湾以后是刚好遇到也喜欢跳舞的姐妹，然后我们自主舞团，然后看 YouTube 自学，然后后来的话就是觉得自己想要请台湾专业师资来让我们跳得更好，因为我们的舞蹈因为自学，然后也受邀到社区里面跟学校里面去表演，因为我们的舞蹈是台湾很少看得到的，就很受社区民众的欢迎啊，让他们看到大家那么喜欢看，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学得更好，跳得更好，把更精彩的表演带给台湾的社区民众，也让大家了解我们新住民在台湾也是可以过得自信与快乐，然后也可以用我们的文艺不同的舞蹈特色来去丰富台湾的社区艺文，这样子。对，太感谢了，献艺啊，这艺术哦。其实金妮的夫家呢是在彰化，对不对？那彰化的社区真的很有福气啊，可以看到这个曼妙的舞姿啊，大家会很纳闷，我工作就已经很辛苦了，家庭还要照顾哦，你当初怎么会想要加入这样一个协会呢？不拨一点时间给自己吗？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我觉得说其实我在投入社会服务过程当中不止自己成长很多，其实说到帮助其他姐妹，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在帮助我自己，比如说像好了，当然舞团服务这是其中一个，成立舞团那也是因为期待姐妹
除了工作跟家庭就是两头烧以外，他有自己一个运动的时间，还有让自己把自己的专注力回归到自己身体的肢体啊，或者是我们的美感啊，或者是我们的自信啊，甚至于带出去表演以后得到大家掌声的那种快乐啊，这些我觉得是一种休息，也是一种锻炼，也是让身心变得愉悦的一种方式。对，我其实这样子从办了舞团这么多年，其实我慢慢的看到新住民姐妹就是在舞团里面的成长与变化。那刚开始其实大家都是零基础，只是喜欢而已，那喜欢了以后才会想要投入进时间去学习。那其中有一位姐妹，她之前的那个乳房长了肿瘤，为什么会长肿瘤？那时候我刚刚认识她，是因为有人告诉我说，哎，哪位姐妹从福建过来的，她好像快要准备要去做手术，要把那个肿瘤切除了，他心里面很焦虑啊，希望我可以去关心一下。那我当然就是去拜访他。那时候我进去他家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家就是整个氛围很低沉。其实不只是因为他那个肿瘤的关系，而是因为他跟他先生的关系很紧绷，只因为有孩子而勉强维系的。那他每天很累，工作一回来还有很多对先生的一些怨言，所以很多东西他没办法抒发，就变成闷在心里面，然后到因为不快乐，然后到后面的肿瘤的产生，其实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后来他切除以后，慢慢的他恢复以后，我就邀请他来，因为他原本在大陆，他们家是文艺世家，所以他在台湾他找不到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变成他只有工作家庭两头烧以后还要面对这些。所以带他出来以后，你看他这几年来就是整个人变得开朗了，自信起来，他不在于专注在工作或是家庭里面的芝麻小事而让自己的情绪整个牵动紧绷。那他现在他的原本切除那个地方都已经完全恢复，也都就是现在都很健康。我能看到他这样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做对了。对，是走出这个病痛，身心都非常的健康哈。就是旁人来陪伴他走过这个陪伴，因为我们离娘家很远，我们其实很多姐妹她们不敢，应该说不想把自己在这边所遇到委屈或者是遇到的娘家生活的压力。其实不管你嫁台湾还是嫁就是自己的家乡里面的人，只要婚姻里面，当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一定要面对很多很多的没有遇到过的状况跟情形，更何况是两岸或者是异地婚姻以后，他可能要面对适应还有周遭环境，然后娘家没有朋友的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有同好，就是有同温层这样子，至少他听得懂我在这边的努力，可以给我鼓励，我的辛苦有人看得到，有人给我陪伴，听我诉说，或者是陪我笑，然后鼓励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子。对，应该是抱团取暖的一个过程啊。对，谢谢你金妮，还有你那些姐妹们哈，因为谈到这个投入社会服务工作，我自己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然后我们自己有职涯规划，我们常常会说，等我几岁之后，我再来当志工。可是你一方面投入工作，家庭要照顾，哎，我的心认为我可以给别人一些陪伴跟温暖，我就来做。其实这样子是很难能可贵的，所以我要在这边真的要谢谢金妮还有你们这群姐妹们哦。这个异地婚姻哦，其实要适应真的还蛮辛苦的，但是真的你们愿意走出来，那么加入像这样的一个协会，大家有一些宝贵的经验的交流，重点是大家相互扶持，而且你们还把这股力量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哦。我想不光只是你们身边人就觉得你们真的是一群很了不起的妇女姐妹们，我想家里都很支持你们，政府也应该更开心，而且更支持你们这样子来做。所以最后还要跟听众朋友说，金妮除了有一份工作之外，其实她的工作呢是有一些阶段性的，但是她不断的挑战自己。你曾经担任过这个幼儿园的行政人员，对不 对？那你也考取了烘焙，你还说你妈妈娘家的妈妈都舍不得你工作，在进厨房，可是你还考取烘焙，你还有美容证照。如果看到你的人很难相信你竟然有大三跟大二的
孩子，因为我想你保有一颗非常年轻跟进取的心哦，真的，我想家人不疼你都难哦。我想还要跟大家分享，你看，像以前我真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在家里面的一个宝贝女儿，但是嫁来台湾也可以说是为母则强的一个。关系，然后还有我先生的支持，还有其实我嫁来我们家的话也其实也是都是志工家庭，那像我婆婆她也很热心，像我们家的姑姑啊、大伯啊，他们一样都会去就是庙里面做志工啊，所以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才发现，因为在大陆没有这种志工的，比较少有这种志工的一个概念，我嫁来我连志工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不知道，然后我看到很多人都像社区里面早上起来看到社区很干净，哎，我说有以前我们大陆的话就是专门会有专职人员去清扫，当然台湾有，但是社区里面的干净是来自于志工五点就打扫干净了，你会被这种付出而感动，然后自己想要投入进去，只要自己有能力所及，就是可以伸手拉一下旁边的人，或者是可以协助跟帮忙。那在协会里面我主要就是互相陪伴，又曾办很多课程跟活动。那主要是要给大家一个观念，第一个就是我们来台湾以后真的不要停止学习，因为台湾学习资源非常的丰沛，像我就考了美容丙级跟烘焙，那也是因为我爱我的家人，第一个学烘焙是爱我的小孩子，我期待我的厨艺，像我小儿子小时候非常挑食，我就是想说我的厨艺转变以后可以把它养得健健康康肥肥胖胖的，那我当然就是投入在美食的记忆的学习上，那美容也是我投入协会的这个过程，就是那时候就是上美容课，这那时候是那个建国大学，彰化的建国大学在我们的幼稚园教室有办那个新住民美容专班，我整个吓一跳，因为我那时候嫁来还不到十年，我原本以为我嫁来台湾就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就是照顾孩子照顾婆婆，当然我很幸运有担任幼教的行政，但是能衔接到我在大陆的一些专业，但是如果有些没有那么幸运的，不管他有多大多好的那个专长或技艺，可能也只能困在最基层的工作里面。那我想说鼓励大家，其实不要把自己的专长跟爱好或者是技能就是埋没掉，而是只要你有能力付出，你就把它就是用出来，先不要想说是否一定要有回报，比如说好像我有幼教专业，我喜欢去讲故事跟小朋友互动，我喜欢带小朋友，这个当我发挥出这样子的一个热情跟爱好以后，我的专业才有产生价值，因为它不只是真正真的有那个钱的回报，但是它当你发挥出大家看到这个价值，到后来也有可能会转成你的特长，或甚至于赚那个生财之道也有可能。像我进幼稚园是因为我不想浪费我的专业，我小朋友去读书的时候就跟园长说，我说我以前在大陆是做幼教的，如果这边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愿意义务付出，也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心愿，所以园长也是我的贵人，就让我试着就教小朋友两堂课，他就发现说，哎，我们大陆的那个教学手法他还蛮欣赏，然后他也刚刚从南丁参访回来，我们大陆对教育还蛮重视 的，哎，对，那个软硬体设备都包括师资都很强，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子没有把自己的专长藏在自己身上，而是把它发挥出来被看到了，也因为这样的因缘际会，然后接触到了林立禅前立法委员，优秀的新住民的领袖，然后我才跟着他就是投入到社会服务之中，然后承接了第三届的协会的理事长。是，对，不要停止学习，那你嫁进了志工的家庭哦，因为台湾是朝这个志工台湾的目标在努力，事实上呢你会发现现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呢，都有很多的志工义工，像这种自发性的，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这个幸福安康哦。好，我想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新移民发展与交流协会理事长，非常谢谢经理，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在兔年就是新年新希望，然后不要停止学习，要记得有能力的付出就是幸福。
非常谢谢你带给我们的祝福哦，谢谢你，谢谢，谢谢，嗯，谢谢，谢谢。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